500米，即将开始第一枪的比赛，在首都体育馆。有人狂跑了，这个冰场还是很快的，这圈慢了，43秒472，这个成绩真不快。我是不是说出来话，大家都觉得我在说的是一个什么凡尔赛的？2022年北京冬奥会冠军的选秀，我觉得这就好了，放个心。打完了第一枪，你知道吧？啊。金步亭、舒尔亭、张雨亭，反正就是这三个亭碰一起，大家基本上都差不多。哎，我们看这个可厉害了，第四组。哇，这个一号位哈。舒尔亭，舒尔亭不用想，舒尔亭这个滑冰动作就只有他能滑出来。我看看舒尔亭的这个，哇，那这舒尔亭这个成绩的话，应该在42秒5之内了，最快。这样，舒尔亭这小气势，这还帮我挡呢。哎呦，差可厉害啊！他这个几届冬奥会了，滑了滑了再滑，不滑再不滑，回家就是又生了几个孩子，回来以后，哎呀，原来滑还快，你知不知道？觉得啊，我们就那两个点，这个男。和女和男交接，男和女交接。哎呀，你看看这个首都体育馆的继续开始接着跑啊！啊，厉害，教练摔了，吹哨，吹哨，吹哨。所以呢，放个心还是要坚决。刚才那个势头很好，但是呢，这种坚决呢，最好是在自己的跑道当中坚决的跑好。尽量不要给别人留下画面。准备起诉，要做好交接。准备非常好，就是一棒一棒的上去啊，非常好。哎呀，起诉哦，第三棒不要管别的，就是全力的滑，压住他们，非常好，非常好啊，不要考虑其他的，这儿要快收腿加速，快收腿加速，对，这是我们能不能领先的事儿，放个心，领先了，对，压住了，对，全力滑起来，这是女孩的唯一的机会。水平，哎呀，滑起没问题，稳呢，稳住，领先优势扩大了，是，哎呀，放开圈，对，稳住，没有问题，稳住，任子威，终于你的手机诞生了，倒数第二棒了，倒数第二棒了，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短道速滑队，没问题，哎，赢了，赢了，我的眼睛就是尺，我告诉你们，手机诞生了。我的眼睛就是尺，你不用看回放了，不用看回放吗？我们就有微弱的优势，它也是我们胜利了。请我们的直播间的所有的同学们起立吧！我觉得我也是个福建了，我们就是最好的，新科的奥运冠军，短道红啊，中国红，开门红，接下来的一切比赛都会越来越红。